少爷，去给老爷认个错吧，以后别躲了。哎，老爷，你还有闲心去赌？东奔西跑不如押宝，这破铁有什么打头？我老汤家的门风眼看就要断送在你手里，这些兵器下午就得运走。我让你做的头盔呢？别打，我多亏我早做完了。老爷，要说少爷。 老爷，桌上的盘缠不见了。哎呀，小兔崽子，走！老爷，来来来，发牌，发牌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发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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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哎呀，又是你了！来，跟老管家去边境送仓货，边境那得四五天呢，我不去。你，哎，老爷，老爷，哎，走吧，走吧，你少说两句吧。哎，老爷放心吧，我们走了。来呐，边仓货。唐龙，路上你要是再耍钱，误了边境大事。按律当斩。哟，真不到，唐知县。近来打造兵器着实辛苦，在下特奉袁大人之命来请汤知寨赴宴。这是下官分内之事，这宴请之事我看就算了吧。哎，吃饭是小事，主要是知府大人新得几把西域大刀，想跟阁下珍藏的宝剑比试比试。西域大刀，
我早说你那双龙剑徒有虚名，知府大人就是不信。等等，我跟你去。唐知政，喝酒。好，大人。打造普通兵器，一时不凡。你这把珍藏的宝剑，想必人间少有吧？那我就献丑了。西域大刀何在？承让。哎呀，真是把好剑啊！来，喝酒。哎，唐志珍啊，那咱们说说你这宝物的来历吧。啊，十年前我救助过一位商人，他倒在路边，奄奄一息。我把他救回家照顾，可惜病情严重，三个月后还是不治身亡。他临死前把一个小红木箱交付给我。此去西域万里，有一个波斯国，他们会锻造一种上等钢材，打造的兵器削铁如泥，秘密都在这箱子里。给他办完丧事后，我打开了箱子，里面有一块带花纹的波斯钢，我就拿它打造了这把双龙剑。果然如他所言，无坚不摧呀！哎呀，实不相瞒呐，唐志珍，老夫正在筹措一批生辰纲，送往京城。你这宝剑乃是千年难遇的宝物，可是不知道汤志寨能否忍痛割爱。价钱你只管提。这实难从命，在下也是听闻金捕头提到大人新得到了西域大刀，才带双龙剑来此，如若不然，定不会随意示人。我跟你开个玩笑罢了。老夫为官一方，岂能略人之美啊？啊！来，倒酒，来呀、啊，上菜。是大人。唐志珍，咱们来他个不醉不归。爹，我们回来了。老爷，叫得这么亲，不会又闯祸了吧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老爷，这次外出公差，少爷表现不错。哎，要是没有他呀，我可就麻烦大了。你别替他打马虎眼。没有，少爷真的是懂事了。谢谢爹。谢谢老爷。算我借的，赢了钱我就还你，有利钱。哎呀，你给我站住！他又把你的银子给抢走了？不碍事，不碍事。你去赌场把他叫回来，我有话跟他说。
新出炉的烧饼，哎，买烧饼，焦黄崩溃的烧饼，不好，是这家着火了，着火了，快救火！回来！着火了！着火了！着火了！我们快点救火！救火！快点救火呀！你们谁？我们快点！快点！哎，赢了！再来再来！少爷，下桌下桌，赶紧回去吧，不然老爷又得骂。财场如战场，哪有中途退的？再来再来再来！今天非让你们输得光屁股回家！来来来来，唐龙。你家着火了，家才着火，真的，马亮是看到的。你家着火了，你爹也没了，我坤正在找你呢，快走吧。知道了，怎么了？爹没了，老爷子也没了。看到这老人呐，不争气。不错，你来看看。谁先进的门？是我。我看见汤志这家着了火，就拎着桶来救。结果一进院子，就看见他倒在了这里。邻居们都可以作证。对对对，我们都可以作证。火的。我爹怎么了？干什么呀？爹。老爷，老爷，怎么会这样？老爷，汤公子，是天灾不是人祸，大家都看到了，工棚意外崩塌，支撑旁顶的排木将近父亲的头颅击碎，导致身亡，实在是飞来横祸呀！不可能，我刚才出门前还是好好的，不可能！救火！快救火！水！救火！汤公子，人死不能复生，请节哀顺变，天热，赶紧办丧事吧。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爹。是我在家中，就一定不会出事。毒！少爷，你也别太难过，以后就别去赌了，把你爹留下来的宗业担起来不就行了？把我爹用过的东西收拾一下，铺的、盖的、四季衣服都烧给他。好。那把双龙剑，父亲视若性命，不如一起陪葬了吧。好。这剑盒里怎么会有这么多钱？会不会是老爷多年积攒的？我天天耍钱，家里放钱的地方我都摸遍了，绝对不会有这么多钱。延安府，会不会是延安府的赏金呢？那未免也太多了一点。是啊。少主见袁大人得知，也是跺足叹息，本当亲自拜祭，只是偶感风寒，所以特差遣小人前来为汤之寨上柱香，尽尽同僚之意。让大人挂念了，进不头，这边请坐。
还有一件事，前几日令尊大人去府衙喝酒，听说袁大人酷爱刀剑，便将双龙剑相赠。我家大人仁义，不肯掠人之美，后来经我再三劝告，不可服了汤之寨的美意，这才勉强同意。不过袁大人要求令尊必须收下百两黄金，他才肯收剑，想必令尊已将黄金带回家中了吧。今日我奉袁大人之命，除了祭奠逝者，也顺便过来取剑。我爹也真是奇怪，这钱都收了，干嘛还把剑带回来？哈，我家大人乃剑痴，认定天下名剑，那都是上映星宿带着股仙气，必须沐浴更衣，戒斋三日，才能进家门呐。所以，是。金捕头，慢走。大人慢走，告辞。我父亲视剑如性命，平时看都不让人看，怎么可能随便就把他送人？绝对不可能。要说老爷是个直肠子，若是被逼的话，那脸上一定会挂相，可咱们回来那天没看出一点反常啊。玩把戏，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这都中午了，你去胡同口买些烧饼回来。那个卖烧饼的马六啊，这几天都没出摊儿。嗯，他可是在那里摆了好几年，风雨无阻的。哎，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来的？好像就是老爷出事那天。我去找他。哎呀，宝物啊，果然是宝物。恭喜知府大人。那天起火后没有人看见吧？没有。哦，胡同口有个小贩在喊救火，还扯了我一把，不过他好像没有注意我。小心驶得万年船。小人明白了。看来真有事。你知道我爹是怎么死的？我如何知道？那我爹去世，你跑路干什么？难不成跟你有关系？别乱说，怎么可能跟我有关系？你知道什么都说出来，我就不会为难你。我要是说了，不光阎王府没法待了，恐怕连命都没了。对方好像是官家的，应该是个捕快，在刀的。你说清楚了，
给你20两银子跑路费。人命关天的，20两银子可不行。我要50两。兔崽子，要钱不要命。好，我这就去给你取。你最好快点啊，别等我改变主意了。少主请接。原来如此。有刺客！有刺客！刺客！快来这边，站住！哎，兄弟，站住！这边，这边，站住！快！快！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我们今天是出姓袁的来的，谁敢拦？跟他一起上路。说，那个老子在哪屋？说，在那屋。有刺客。站住！站住！闭嘴！林军，快去保护大人！是。你受伤了，一群废物！看什么？还不赶紧起追！是大人，快走！是，快！往前送。是。啊，在这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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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谁呀？什么人？过来，住手！
开门！刺客！开门！开门！快开门！把门打开！开门！来了来了！为什么迟迟不开？是不是在窝藏要犯？小人刚刚已睡下，所以来迟了。不得无礼。这是汤之寨的公子，岂容你们撒野？汤公子，我们只是奉命搜查行刺知府大人的要犯。刚才他逃到这条街里，便消失了。金捕头，您尽管查。多有得罪。走。是。没有。来这边。到那边看看。还有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！我就说你花脸，逃犯怎么可能在这里？大人，大人，河堤上有人在跑，快走，别打扰汤公子休息。这伙人来自石窝村，五男一女，那五个男的调虎离山，负责引开护卫，最后被我们杀了两个，逃走三个。趁虚而入刺伤大人的那个女人是他们中间武功最高的，叫李杏儿，但我们追到镇上她就消失了。谁窝藏刺客，那就是跟我作对，剩下的三男一女绝对不能让他们跑了。是。你醒了。你是谁？小点声，外面官府的人正到处捉拿你们。这是哪儿？这是我家地窖，夏天专门冷却兵器用的。多谢大哥相救。没事，快躺下休息。哎，听说你刺了那袁知府一剑。他手上有一柄宝剑，把我兵器削断了，不然我当场就要他狗命。那你为什么要刺杀他？我们家住石窝村，这狗官为了征集花岗石，强迫村民上山去挖取奇石，死了不少人，其中就有我的父亲。不至于我一起前去的那些兄弟又没有跑掉。你报官了？他不能待了，快随我出去。快走啊！开门，搜查！警察，在开门！敢投胎哪这么急？大白天关什么门啊？怎么回事？昨天我告诉过你们，跟汤公子说话要客气点。汤公子，不好意思。上面刚下令要重新严查这条街。
我觉得老汤家世代忠良，怎么可能窝藏罪犯？要不我看就算了。哎，别，我怎么好让金捕头为难啊？那就得罪了。嗯，随便查，随便查。这儿有一个地窖，快下去看看。这个下面没人，到那边去。这个李杏儿倒真是有本事，一个女人受了重伤，这个老爷们追了一个晚上，还能让他逃得无影无踪。你这风箱够大的，柏木做的，用了整整一棵树。好屋建，风声顺畅，风量又大。要说这兵器库没个好风箱，是打不出好家伙的。看来金捕头对打铁也很在行。大人，没人。你先忙着，我还有公务在身。走。不错啊。杏儿，来，这些够你吃半个月的。哎，刚才我家老仆人从城里回来，私下来这个给我。延安府身处边境，是拱卫京都之重镇，对宝剑名刀求之若渴。现本知府重金悬赏，寻四海之内能工巧匠，打造神兵利器，共建杀敌御武之国门。延安知府元首出，这是个机会，我要去应征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不瞒你说，伤你的那把剑就是我家的。什么？那剑是你给他造的？准确的说，是他让手下杀了我父亲之后强取豪夺。这么说你们也有不共戴天之仇？可以这么说。但是他如何骗我父亲签的卖剑契约，我还没搞清楚。我正想混进府衙探个明白，这不机会来了。三弟终于来了。大人，三弟终于来了。好，你确实是不错。
唐龙，你这小刀是给盗墓贼打的吧？为什么？因为他黑的晚上根本看不见，免得月光反射暴露贼人的位置啊。请列位各展手段，让大家开开眼吧。哎！一把比一把棒啊！这怎么跟这？
唐龙大人，这种匕首可有名字？回大人，小人刚刚研造出来，还没有名字。哦，不如就请知府大人赐个名吧。我看他通体乌黑，夜晚难以察觉，干脆就叫他暗箭吧。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好啊，大人。唐龙，我再问你，你既然能打这样的匕首，我想你一定能用同样的材料打一把长剑吧。惭愧啊，大人，这种材料只能打造短家伙，一做成长剑就易断，所以这也是小人为什么只打匕首的原因。哦，最终结果等袁大人后堂休息后另行宣布。这小子果然是得了他老子的真传，就是火候还欠了一点。大人，咱们不能留他进府，万一他知道了真相却装傻，扮猪吃老虎，后患无穷。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小伙子能有这样深的城府？哼，不可能。别看他岁数小，刚才已经击败了三位老师傅。你说的我何尝没想过，不过他要是能再进一步，源源不断地造出像双龙那样的宝剑，我还会为生辰纲的事发愁吗？那任凭大人定夺。嗯，我也听你一句劝，不让他进府，让他在自家铺子里造，弄好了就进封，不就两遍了？去吧。是。嗯，等等，你把这把暗箭夹在生辰纲里边，立即献给蔡大人。是大人。少爷回来了。官府的赏银。哎，他们同意你进府了。在自家打造不能进府。哦，哎，这样也好，我可以每天陪着你。姓金的说，父亲出事前曾赴过知府的宴席。我原本是想进府后找机会探明真相。他们果然是心虚，只让我在家中锻造，我这下一步该怎么办？唐大哥在家吗？唐大哥，哎呀，就等你了。哎，知府赏的银子给咱瞧瞧啊！滚滚滚，我们家没钱。哎，什么没钱？不就在你身上背着呢吗？就是的，我刚才看见金捕头在胡同口。看来是咱们汤大哥现在发达了，金捕头亲自护送。哎，就是啊。是啊，你们这帮小兔崽子一天不干正事，光知道赌。走，今天咱们赌个痛快。今儿我手气可是好得很，你们可别又输得光屁股回家。少爷，你可别忘了灵堂上你跟老爷说过的话。哎，我准备上个去吧。探长，还是汤哥豪爽，下注下的大。钱多也是咱的，你看他这几次输了快五百两了。嗯，专心看你手里的牌，当心把你家祖坟都输给我。谁输得吧。这个月的茶水钱我都包了。好啊，开牌。哎，开牌，开牌，来来来。哎，哎，输了。哟，金捕头不进来玩两把？玩两把吧。进来吧，来人吧，今晚还得巡街。唐龙，最近你够背的，都数半个月了吧？我看这茶水钱还是我来吧。没事，拿文房四宝来，我把打铁的铺子也压上。压铺子？你疯了吧？压了铺子你吃什么？铺子算什么？房子也一起压上，输了
我去睡土地庙去。押房子？好啊，拿文房四宝来。哎，汤公子押房子了。这样的，哎，大家看好了啊！汤公子押房子了。大爷，大爷，怎么了？恭喜大爷，那柄案件已经送到京师，蔡太师拍案称绝，派郑玉侯过来再要一批。玉侯大人，今晚就到。好。唐龙那如何？他真是扶不起的阿斗，天天狂赌，已经输光了家产，住在土地庙。我看他是一把也打不出来。本官还以为他心有蹊跷呢，没想到他也是个不成器的东西。去，马上把他叫过来。大人，汤龙喝得醉醺醺的，前来请罪。哼，我还没去，他倒先来了。慢一点。就这边。哎，大人。汤龙。你误了差遣，该当何罪？是，小人该死，我欠下赌债，把个打铁铺子给抵了，现在想打也没家伙了。哦，你这是来勒索本官吗？不，哎，借我1000个胆子也不敢。小人特意来向知府大人请罪，再请大人拨点银两，小的马上添置家当，打造安全。你要再去赌呢？那小人愿自断一指。不过大人，手指若断了，就不好锻造兵器了。哼！你要是误了上峰的差，就是自断脑袋，也赔不上。是是是。谢谢大人，跟我去。谢谢大人。去。仙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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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是干什么？今天晚上袁知府要在逸仙楼宴请客人，我觉得是个好机会。胡闹！你们6个人一起行动都没能成功，现在你就1个人，伤还没全好，还有那么多的护卫。护卫都在楼下候着，楼上雅间就有机会。哦，对了，既然你没有机会进府，不如跟我一起去行刺吧。不是我怕死，而是要把事情查清了，看准了再行动。我需要一点时间。没关系，你不去我也得去，杀父之仇我必须要报，无论成败，这个地方我都不会再回来了。就此别过。行行，唐公子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这两天手气不错，正想出去赌2把。袁大人让我找你来赴宴，逸仙楼现在就去。玉侯大人，请。来来，大人吃菜，吃菜啊！来，请请。Thank you.
快追！快！快追！快！停！回来！我这边。 杏儿，你怎么样？我不行了，快放我下来！别胡说，他们很快就会追上来。我反正是个死，还不如你拿我的头去情杀，博得他们信任，这样就能实现你的计划。你闭嘴！我唐龙绝不会做这种卑鄙的事。 那边有人，走，我就看看。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替狗官卖命？别装死，起来！好大胆子！啊！ 还敢行刺，起来啊！别装死，起来！啊，大人，大人，禀报大人，就是他，他死了吗？死了。好，谁杀的？啊，是汤公子。 请，虞侯大人，这位就是新上任的小知寨汤龙。啊，小人何德何能，敢烦虞侯迎接？哎，你还不知道，你现在可是大红人啊！这一屋子的大大小小，谁也不如你。 在蔡太师他老人家心目中的分量重啊，这可折煞小人了。你打铁的铺子在哪儿啊？带我去看看。这个，小人暂时在土地庙安身。嗯，知府，汤龙虽年少，却已被蔡太师器重。你就是这么体恤国家栋梁的？ 欺身破庙，他怎么能安心打造精良兵器？干脆明天多备一顶软轿，请汤知寨直接随我上京。哎，是是。汤知寨，你随我上京，蔡太师会马上赏你个五品锻造官的名头。如此一来，你可以在京城专心打造案件。 意下如何？恭喜汤知寨高升。
大人，家父驾鹤西去，不过月余。按我汤家祖训，凡孝子必为双亲守坟三年，方可外出做官。所以，请恕小人，实难从命。啊，原来如此。那我就在延安府上住上一段时间，等你大功告成，我再带着宝物回京复命。大人放心，我马上在府衙里面打造出一所厅堂别院，请汤龙入住，打造神兵利器。哎，把那个拿过来，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拿过来，哎，好了，抓紧，快一点。哎，哥几个，哟，汤公子来了，汤公子，哎，汤公子，您现在是官，想吃什么菜，您吩咐一声，我们马上就给您送过去。这火头房烟熏火燎的，不是您这样的贵人来的地方啊。哎，就是，咱们呢，可是同行。哎呦，同行，你们想，我那铁匠铺，天天不也是烟熏火燎，有风箱助力，那火头比你们还高呢。是。哎，哥几个，这样，就着这坛酒，陪我赌一场呗。啊，你们也都知道，我汤龙就是个烂赌徒，我这一天不赌，手痒痒啊。汤公子，我们做下人的就那么几个小钱，还不够您耍一把的呢。就是啊，没钱。你们输了，喝酒；我输了，付钱，怎么样？谢谢汤公子，谢谢汤公子，谢谢汤公子，开始喽！一二三，走！金捕头，这小子进府衙也有些日子了，有什么可疑之处？没有。就是老爱跟下人们喝酒赌钱，狗改不了吃屎。还有，不赌钱的时候就日夜钻研打铁技术，好像着了魔一般。你家也是世代打铁，所以我才派你去给他当助手，这是你立功的机会。给我盯紧一点。是。刺客，别让他跑了！抓住他们！这我想办法，你冲出去！这边，这边，快追！这片庄稼地已经被包围了，我失血过多，逃不出去的，反正都是个死。那我跟他们拼了！回来，要是都死了，谁来报仇啊？听好了，你借我的尸体立功，以此在他们身边。包个差事，然后找个机会给你爹报仇，也为我报仇。下，这万万不可！你说不听我的，我们的死都毫无意义。好了，拜托了，我稳住，煎饼。你不会白死，我一定要给你报仇。汤主任，袁知府让我给您送吃的来了，还赏你一坛子好酒。哼，好啊。哎，哎呀，今儿有好酒，一起喝点。那有什么不行的？来，何川，来，你也歇了吧，一起喝。哎，好嘞，咱这干喝没意思，要不谁输了谁喝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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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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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着喝。啊，来，何川，我不行了。
哎，小子，这酒量也太差了，喝几杯就趴下了。这酒啊，太好了，难怪听我爹说，知府宴请他时，那个酒是他这辈子从来没喝过的，弄得他连什么时候签的契约都忘了。你爹的酒量跟你比呀，差远了。别扯了，难道你当时在场？当天的酒席就是我伺候的。你爹真不行，几杯下肚就爬不起来了。哎，真是。哎呀，来，往这儿，兄弟，我吵醒了智债。那后来签约的时候，他可曾醒来？哎，你爹醉成那样，怎么可能醒得来？原来如此，袁狗官。这个债是一定要还的。哎呦，又输了吧？来来来，继续继续，来来来来，继续，来来，我来。哎，我怎么办？他借给我50两银子，可我全输了。他说要去西山进煤，这下我可怎么办呢？你小子胆子够肥的，只要让知府知道了，非扒你的皮不可。疯子，我怎么办呢？其实你有秘密可以卖给我。什么？少说值100两，请雇你来监守，是不是？哪有啊，唐公子，没有的事儿。说是雇你，但是一分钱也不给，还真是大方的主子呀！你好好想想，要是想卖的话，随时来找我。哎呦！你好好想想，他们派你过来是监视我，你可倒好，整天跑出去赌钱，而且还欠了一屁股债，现在连管家的银子你都敢借。咱先不说知府大人饶不饶你，就是管家也得先扒了你的皮。你呀，如果不想想办法，就等着被收拾吧。你愿意帮我填补这窟窿？咱们大家都是混口饭吃，希望以后互相有个照应。你输钱那事儿，我帮你兜着。另外，我再给你200两现银。好，汤公子，以后我全听你的。你说往东，我绝不往西。
什么破玩意儿！这也打不出来，留你有什么用？ 站住！大人。哦。大人。大龙啊，这虞侯催货催得紧，本官也是迫不得已呀。没事儿。 只要大人能交差就好。哼哼，这案件也就罢了，只要有你在，他要多少就能打多少。可是我听说虞侯知道这把剑的威力，我担心他要我把这把剑献给蔡太师。这么一件孤品，可惜呀。其实这双龙剑。 来就是雌雄剑哦，这本官倒是头一次听说呀。啊，曾经有一个商人，他在临死前给我父亲留下了一块波斯钢。哦，是，家父就拿它打造了雌雄双剑，那个个铁如泥。哦，尤其是雄剑，更胜一筹。可是你父亲拿着剑来。 说要送给我的时候，就这一把呀！哎呀，家父是个剑痴，而且又心思缜密，他定是留了个心眼儿，只带了雌剑给您，而雄剑啊，肯定是留在家中了。哎呀，雌不离雄，雄不离雌。哎呀。 唐龙，你和我把那把剑一起卖与本官，本官给你出大价钱。哎呀，大人，你也知道我这恶习难改，会变卖家产去赌，所以家里那些宝贝都是父亲单独保管的。那别说动，平日里就连看都不让我看，直到父亲仙逝之后，我才有机会打开那个箱子。可那里面只有已经卖给了大人的这把雌剑。 至于那把雄剑，是他卖了还是丢了，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这，哎，大人，有什么消息？ 这汤龙出不了府衙，就天天跟那些下人们狂赌。嗯，给他配的助手呢？正暗中偷学他打造案件的本事。嗯，啊，我曾经听汤龙提起过，他父亲打造过雌雄剑，可惜啊，不知道这把雄剑。 去哪儿了？不可能，唐龙他一定是胡扯。至少，我没见过。我只是说说而已。你去吧，继续监视。是。
怀疑那个汤龙有问题。在下突然想起刺客李信儿，他身受重伤，根本没法跑那么远，而汤龙背后有血印。前胸却是干净了，我怀疑汤龙原本是背着李杏儿逃跑，但奈何被我等追了上来，于是才有了这借尸还魂之计。汤龙这小子才得以来到大人您的身边。大人，郑玉侯大发雷霆，请您去汤龙的院子。出什么事了？不知道，快去看看。玉侯大人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这昨晚我一共打好了五把新暗箭，但不知何时丢了一把。那是被偷了？我正要问你呢。全府大搜查，一定要给我找出来。是。昨晚谁当值？回禀大人，是卑职。这府内卫兵这么多，谁不喜欢好的刀剑？这也情有可原。知府大人，啊，我看要不这样，少把暗箭算不了什么大事，我再补上不就得了？咱们就别再声张了。不行，这每一把暗箭都是蔡太师要送出去的礼物，都各自有主，我还等着回京呢。我倒要看看是谁敢在老夫的眼皮子底下翻天。哎呀，那该怎么办啊？把所有的衙役、捕快都集中到院子里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卑职遵命。昨天汤之在那里丢了一把要进贡的匕首，想必是那位军校顺手捡了。只要现在交上来，本官重重有赏。你们去搜搜他们的住处，把他们私藏的刀剑全都拿到这儿来。是。嗯。你看，快给大人送去。把那两件呈上来。是。这两件是从谁的房间里搜出来的？从金捕头床下的木箱中找到的。大人，这把长剑不是我的，暗箭也并非本人所弃。唐龙，
回大人，这正是昨天丢失的那一把。唐龙，血口喷人，给我拿下！是。金鸿恩，你竟敢偷太师的生辰纲，我也帮不了你了。大人，我冤枉。大人，这把长剑正是家父丢失的雄剑呢。不过，这块玉坠不是我家的。我知道这块玉坠的来历。大人，这玉坠早就丢了，就在我杀小贩的那天。嗯，我还有人命官司。唐龙，你仔细看看，这把宝剑是不是你家的宝贝？没错，恭喜知府大人，这雌雄双剑凑齐了。金魂，难怪你处心积虑，总想着杀人灭口，我真是小看你了。大人，我冤枉。大胆！你竟敢欺骗本官！一定是有人拿这把破剑塞入小人行囊，陷害于我呀！大人，破剑。大人，真真假假，一试便知。嗯，唐龙，待一会儿你就用本官的双龙剑。是。嗯，丁魂，既然这把剑是从你房间里搜出来的，我看还是你拿着合适。剑这么厉害，姓金的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你手里拿的那柄，是不是你偷走的那把雄剑？大人，小人实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唐龙，杀人越货，又盗取生辰纲，如此重犯该如何处置？大人，你今天人证物证皆在，大家伙儿一起做个见证，算是给枉死的冤魂做一个交代。大人领进。不欠大人在天之灵保佑，我要用您的双龙剑残体再断一柄新宝剑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报仇雪恨。明早生辰纲就要上路了，你这批货交得正及时。还有郑虞侯会亲自护送这批货回京。大人，那些铁甲兵营的人来源复杂，咱们不可能一一了解。这批生辰纲里都是大人的心血啊，万一路上生变，该如何是好？我看还是安排高手前去护送吧。哎呀，唐
唐龙啊，你可真是让本官刮目相看呢、啊。好，去吧。谢大人。等明天郑玉侯一走，你就提着唐龙的脑袋来见我。是，大人。大人，大人，小人还有公务在身，恕不远送。都这么急。是要去取我性命吗？嗯，唐之宅，你来作甚？我是来保护大人的。你怎么能进得来？哼，谁让我打出了削铁如泥的绝世宝剑呢？这绝世宝剑第一个献给大人，只可惜没有第三个人能看见了。你想犯上作乱？哼，杀我父亲者实则两人，行凶者已经伏法，主谋却还在这里信口雌黄。不知小儿，我让金捕头去买剑，并没有让他去杀人，其余的事本官一概不知，若有也定是他擅自妄为。入府多日，前因后果我都仔细探听过，那姓金的就是受了你的指使。唐龙，我真是小看你了。还有，你在延安府这几年到底逼死了多少像李杏儿父亲那样的良民？他们不过是山野村夫，跟你有何关系？我汤龙今天就要替天行道。原来你早就会打造长剑，你一直瞒着我。你手里那把飞龙剑也是我打的，根本就没有什么雌雄双剑，不过是借你之手杀掉姓金的罢了。啊！
狗官，死在案件手里，你不亏。 Thank you.